三、爱好、工作、哥哥、姐姐、弟弟、妹妹、猫、狗、打篮球、打乒乓球、打高尔夫球、打台球、打网球、打棒球、踢足球、赢、输、忙、累、饿、饱、渴、困。前天、昨天、今天、明天、后天、前年、去年、今年、明年、后年、上个月、这个月、下个月、上个星期、这个星期、下个星期、现在、以前、以后、最近、不太、呢、的、什么？喜欢。你工作忙吗？很忙。你呢？我不太忙。你的爱好是什么？我的爱好是旅游。你呢？我喜欢运动。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喜欢网球。你的工作是什么？我是老师。你这个月几号去中国？我这个月14号去。我现在很困，你呢？我不太困。你饿吗？我不太饿。你呢？我也不太饿。你喜欢猫吗？我喜欢。你呢？我不太喜欢。我喜欢狗。昨天星期四吗？不是，昨天星期二。我们下个星期几见？下个星期五见。他3点以后来，是吗？